哦，你那个拉杆我看不懂啊。你连自己队也都不知道。队都不知道。队都不知道。下哎，怎么样？因为我们也蛮认真的，是，而且每次都是在室内，我们昨天都在室外，好而且我们两次都是那个粉的，我能不能就是要求帮我们黄队争取一个？怎么样？就是因为他摆也在户外，我们强烈的完全没有反驳说，哎，他来移到室内，好 OK。所以我们想说，可不可以让我们黄队五球就好，五球，好啊，五球。黄队五球的话，黑队当然也要五球啊。对，好吧，但因为现在目前是6-1这样，好不好？黄队，我们给你6球，黑队5球，这样就玩一盘，玩一盘。我觉得会很合理啊。为什么？哎，因为我们本来是玩面粉多2次，对。那你们玩面粉只玩一次。好，6球给他们，5球给你们，差1球而已，怎么样？我们互相下嘛。哎，刚刚本来你们要在外面的。好啦。好不好？哦 ，OK， 好，漂亮，好，来来，他们先这样，对，好 ，OK。哦，你那个拉杆我看不懂啊，你连自己队也都不知道，队都不知道，队都不知道。可不可以我们2颗你们3颗就好，合理讲啊，看你想怎么样嘛。来啊，风雨你冷静好不好？有风没了，没风了。你们到底干嘛啦？你小了一点啊。往上、哎、一颗、哎、一颗往上哎呦，可以哦。好，6中1，六中一，再一次。对，哪里跌倒哪里再爬起来，来。我干嘛？你接。我接哦。这边。哎呦！哎，人家至少丢到桌子里。哎，有杀气。我也少一颗而已。哇！哎呦喂呀！吓爆了！哎，我吓爆了！我好 ，OK， 等于这一局等于没完一样，好不好？7-2，没有，这虽然说没完，就是没来，可是我觉得我心中得到一种 OK， 对，好，恭喜，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往上面去了。